Soucis.到 C，拨开，送出，夫，好，换 C，那饱满，送出，勋，撇写的非常的平哦，只要是配合下面这个长横啊。有时候没办法，要搭配人家，自己就不能太有个性啊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字啊，不是想要怎么写，每个笔画不是自己觉得怎么写会比较好，而是要搭配其他的笔画哦，间隔距离，这都是搭配出来的。哦，不能说诶，这个方式很好看，就每次都这么写，有点问题。好，这个点点。因为这上还是有一点流动的感觉哦，不要只是单纯的点，那外面点通常会比较大一点点。撇，那撇真的是挺劲的，那还要配上这弧度，所以字还是有点变化哈，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圆，有些地方还蛮挺劲的，有些地方还蛮圆劲的，这样搭配起来字才会好看，所以才那么多人喜欢颜勤礼。哦，绝对不是把它写得呆呆的就可以解释颜真卿。来，横画细还分长短哦，每个都不一样啊。那这个是它比较重的笔画，粗到细，迅速收尖。和，褐色的褐，印上去，撇得很平，有点弧度。好，点上去，横画细折，完结了。横画 C，横画 C，撇，横画 C，圆进，跳上去，横画 C，哎，注意均间哦，不是写老半天都不理它，竖画可以粗一点，哦，我们还是有注意在均间的问题啊。密，拧一下，横画 C，竖画不一定粗哈，不要写养成公式化。多巴塔的公式化没有你想象中严重哈，不是真的一定要横画细直画粗哦，它有时候直画也很细哦。